金门县政府因应二零二一年金门马拉松停办，在上义机场设置专属咨询柜台，提供仍按原定行程来金门的金门马拉松跑友相关咨询服务，并发给每人四张面额一千元的临时住宿券。十五号涌入了一千多人，让咨询柜台忙翻了。 许多跑友对于金门马停办很失落，也有跑友按原定行程自主跑马拉松。不少跑友挺身支持金门，只要明年续办，还会再报名。 金门马拉松原定在十六、十七号登场，但受到疫情影响，县府十一号忍痛决定停办。为了考量八千名报名的跑友对金门马的支持，县府也竭尽全力，商请航空公司对于完成报名而在十四号之前办理退票的跑友，尽量不扣除手续费，也转请地区的旅馆工会协助，对于退房的跑友全额的退费。下 <noise> 县府表示，跑友在一月十八号之前都可以前往金门机场专属咨询柜台申请临时住宿券。十八号以后，县府将以邮寄的方式将住宿券为跑友寄送到府。欢迎跑友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来金门旅游。临时住宿券在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五号之前都可以使用。